一年容易有年底，每年这个时候香港乐坛特别热闹，因为四大颁奖典礼又开始年末的统计了。11月9号，叱咤乐团流行榜颁奖礼就相约上百名香港歌手户外郊游，张敬轩、谢安琪、周柏豪、薛凯琪、郑欣宜等更加以抢眼造型增加不少乐趣。对啊，今天是这个爬山 look， 因为刚才我们同事们告诉我今天是要有一个郊外的一个装扮，所以我就特意的把这套衣服弄起来。其实平时我去爬山的时候只是穿 legging 大 T 恤波鞋这样子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我其实我住的地方就有蛮多就是大草地啊，就是很多山和水啊，所以我就是如果有空的话都会带狗狗跟 baby 他们就去玩，这样其实蛮喜欢这种感觉的。随着香港乐坛走进转型时期，相信这上百名歌手里面大家认识的已经非常有限，尽管是香港乐坛的关注度远不及以前，不过这么多歌手的出现真正也代表唱粤语歌听粤语歌还是大有人在，而且竞争还相当激烈。当然昔日四大天王争个你死我活的年代已经过去，歌手们对于奖项的执着也明显不如以前。女歌手奖这个方面呢，有一个人很想拿，就是Juno， 她很想拿女歌手奖，就叫我要投她一票。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